各位民进的观众和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看民进电视《民进火拍》。在中国时间的2021年4月1号的晚上9点，美东时间的早晨9点，现场直播的今天大新闻，我是安华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小明知行先生。接下来有请小明先生呢，对我们今天四个题目进行一个精要的概括。小明先生，你好。好，你好。今天我们谈了四个话题，第一个呢是布林肯的人权报告指中共反人类啊，这个呢话题，我们以前实际上也多次涉及。中美之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，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。虽然说，布林肯提到啊，在能够竞争的时候竞争，在合作的时候合作，那么在关键时候要对抗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中美之间的这种新的这种竞合关系存在，但是和以往的竞合关系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，因为双方已经把彼此开始当做敌人来防范了，因为随时都要准备要摊牌，要对抗。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啊，关于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新竞合关系的新常态，这个确实是个新常态，而且和以往会有根本性的不同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拜登推2万亿基建跟北京较劲，确确实实，美国有必要跟中共较劲，但是这个较劲的这个点方向，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有点问题的，而且这个规模有点太大了，因为现在美国的企业正处在一个最艰难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大规模加税，有可能会对企业的这种复苏会造成障碍，最终的结果有可能会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来搞建设，所以这个事情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事与愿违的这种结果。这是关于拜登这2万亿投资的问题。第三个就是王毅访问中东，然后东盟外长来中国访问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，现在的中美关系、中国和欧盟的关系都超出了中共以前的预期，也就是说，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，中共政府很有可能会对这个中美关系、中欧关系有一定的期待，但是现在看来，都大大的超出他们的预想了。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啊，就是说跟川普政府相比，没有什么任何大的改变。而中欧关系在无意之间又发生了急剧的恶化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中共当局急忙寻找一个突破口，但是不可能有真的突破，因为这些国家跟中共只是利益的苟且，不可能真正的合作。所以，中共最多的好处就是给这些国家啊撒币投资。我想这是维持这些关系，但是真到了厉害的时候，相交的时候，这些国家肯定不会站在中共一边的。这是我们谈的第三个话题。第四个话题就是谭书记造反了啊，突然反水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这种，自中国很怕这个习近平当局很怕他们的这种抗疫成功，当成一个很重大的成就来向世界各地来炫耀。那么这个事情上，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这个疫情的究竟是怎么来的，中共当局也在这方面啊花了很大的心思，或许还花了很多的钱，但是这个报告应该说是最权威的，应该说是替中共背书最权威的报告，但是由于谭书记的造反，等于把这个报告给否了，因为谭书记是这个报告的权威的权威。他把这个报告给否了，那对中共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件，有可能会让中共未来会面临很大的麻烦。这是我们谈的第四个话题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小明知行先生，谢谢您的精彩的这个点评分析，还有这个精要概括啊，感谢您今天的加盟和参与，再次感谢您，也感谢我们的观众网友，感谢导播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再会，谢谢大再会。家。